最新的奥特曼皮肤有三种特效，然后有粉丝说奥特曼的特效有伤害，并给我发来了这个视频，问我是真的假的，一起来看看原视频。看起来好像是没啥毛病，不过确实不是真的。原视频操作的方法也很简单，找三个人配合就能完成。一个使用奥特曼光线特效，一个是被打的，还有一个隐藏在附近角落。接着就是计算好光线的位置，等光线打出后，残存的玩家就用十字弩淘汰对手，再劈一个击杀的提示就可以了。来看一下小子还原他的操作。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。今天你就见到了。怎么样？你学废了吗？